你说你哥哥从小就有梦游症，发病的时候有哪些症状？小时候睡着时，总是被哥哥惊醒，有时候听到他大吵大闹，有时看见他在房里走来走去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最严重的一次，是他狠狠掐着我的脖子，嘴里说着掐死你，掐死你。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之后，发现他又跟没事人一样睡着了。你们的父母呢？父母小军，以后哥哥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知道，妈妈。妈妈跟别人走了，从我心下不要再妈妈，以后不要再想他了。知道，妈妈。知道，妈妈。那你们长大以后呢？这些年，他还一直梦游吗？这些年一直跟哥哥住在一起，每次睡觉我都提心吊胆的睡不踏实。他这病时好时坏，有时候一年都犯不了一次，可犯起来就吓死人。有一次我睡着睡着觉，一睁眼起来他就不见了。没有看过医生吗？看过，也吃过药，但都没什么大用。给王雷申请做一个法律鉴定。好。你好。哦，李总，师傅。哎，好。再见。王雷的精神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他有深度的间歇式精神障碍。好，放我这儿吧。好。又和他老婆吵架了吧？别想了，没机会。老婆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办公室啊，我还能在哪儿？叫你回家吃饭呢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我这不都是在忙工作吗？随你吧，反正我总是一个人。
这药对精神没那么有杀伤力，但必须送往精神诊疗中心进行医治，直至医生出示书面证明其痊愈。病愈后，需由精神治疗机构向法庭出示证据，由其妹王军作为其监护人，宣判。十九床，吃药了啊。二十床，安静一点。通过一年多的治疗，各项检查均已通过，王磊的病情基本恢复，尤其是没有梦游的情况，看来我们的治疗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。那我哥哥是不是可以解除治疗了？现在还不行，需要直系亲属提出申请，我们做出报告，而且还要通过公安机关的审批才可以。啊，大家好久没去了，干一个吧。两位大美女今天是特别的漂亮，我这样单独的敬两位大美女一个啊。谢谢谢谢，周律师这次真是越来越甜了。是啊，越来越甜，挺高兴。是吗？我的外号是什么呀？周甜甜的。嗯，大壮，听说王雷出来了。嗯。啊，不是吧？怎么放出来了呢？那万一他再犯病怎么办呀？啊，我听说已经治愈了，没事了，不会再犯。也是。王雷的这个梦游杀人呢，是需要特定的诱因才会引起发作。他这诱因是什么？是因为妻子出轨，是吧？可是王雷目前他没有妻子，哪来的妻子出轨啊？因此，王雷不具备引发梦游杀人的诱因。哎，这叫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原来红杏出墙还能搞出人命。所以，偷情有风险，出轨需三思啊。大壮，快点吧。哎呀，对不住对不住，这个案子很重要啊。你哪个案子不重要啊？我们再来一杯吧。来来来，老板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你把他放掉了。再来一杯。你来来。